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萝卜，我今天又出来闲逛了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这里有一大片儿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树莓，前面还有，走，咱们再去找一找。我的天哪，今年怎么这么多？噔噔噔噔！快看快看，我找到了，这里还有这么多！哇，这个树莓已经长得很大了。这个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中药，它叫覆盆子。覆盆子呢，是一个补肾益精的药，可以用于这种药品啊、饮料啊这一方面的，是一个补肾的药。跟肾气有关的疾病都是可以用的，跟肾气的水液代谢有关的疾病。哇，到时候我要怎么去摘呀？这估计过半个月、20来天肯定就可以吃了。太多了，哇！到时候不用买水果了，开心。好了。点个关注吧，到时候吃的时候我再告诉你。